我们用什么？
我们目的除了说造福自己以外，我们另外一个目的是造福人嘛，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妻子的话，没法造福人，没有啊。妻子我们才能够齐家度他的齐家修完道啊。这个妻子非常很重要，等一下跟各位来分享。第三个，孕妇不一样啊，你有这三月，人有三月，天有不可从之，但是不要忘记了，人有二月。天有一成之哦，所以说我说话到很重要哦。对，你的心念一跑掉，你发福的方式是错的哦，目标一个哦，你的后面的这个结果都会不一样，好的、不好的结果可能都会不一样。好，陪伴，自高无私的付出非常重要。好，来，各位一人分享。老师，我有一句话说，为什么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所以这些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多讲得很好，实际面现实面对不对？好，一个人多，那还有没有答案？祖国这悠久啊，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啊，还有没有？很轻松，很有钱，对，富二代很多嘛，不要富二代，听说他们现在有钱，土豪很多，经济很强，对不对？政治很强，时不时就要那个飞过我们这边，对不对？跟查一下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情形，是这样吗？倒装。老师跟我说不是，是什么？儒家地狱，也就是说，我很想当初也刚说过，因为他们经过文革，所以他们这个区域都把繁体字改成简体字，所以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一块民间的这个区块，对，儒家地狱，而且现在民间的书院非常多，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到那边去溜达，名胜深处的非常方便。好了，你来看看。对，不学说的中心班不是在我们的国统班，我们的中心班都是在社区跟学校办。我们一开始就是做这个社区的对外的陌生的开发，不是直接用熟悉的人开始。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对，我们在最后中心班也会碰到问题，在学校啊，在这个地方，因为不是每一所学校的校长他都愿意到。尤其现在又有保全，又有什么问题很多。但是呢，各位运用我们的智慧，你有这个三月上课运用的过程。上面这位叫做是小的讲师哦，他是发一个另外一个单位的一个讲师，那么他也是在他们的这个单位全台湾去推动普及。结果呢，他希望说包括花莲，你要开始进来，不是讲西部而已。但是呢，那边姐姐跟他讲说，现在是有困难。学习的是什么困难啊？好，困难困难，困在家里就难所以他说就有困难。他说你知道吗？永明基金会，永明基金会就是郭台铭用他的爸爸跟他的妈妈的名字取一个字来做成基金会。他说你知道吗？永明基金会提供的是台湾要在花莲的北昌国小，直接向北昌国小办补习班。我让你给心思，对不对？课后时间又免费，结果呢？有没有人报名？没有，连一个都没有。他说我们不是在我们去办第一步期，第一步我们要收这个报名费是很快，这个报名费我们这个会退款啊，就是说如果说都有现实的话，他说我们要请，他人家说不要了，他是不会有人吗？那这个小孩讲是非常的争气，他就跟他说一句话，你知道吗？永明基金会他办的是人的事情，我们办的是上天的事情，不一样。好，因为我老婆觉得不是出卖基金的，然后说人家说什么地方可以，我们也可以。他就讲一句话，各位人也在那边投资，他就讲一句话，那边写写，鼻子摸着，就去办。各位有没有人？12月来报名，不简单哎，在花莲那边很不容易哦，要到当时那社区不容易。所以呢，一句话，为什么你有这个愿力，上天绝对会助你不遇之地。接下来，我们妻子读经班的目的，第一个，改变社会人士对道德的刻板印象。一般人对我们一贯道是会有一点排斥，有一些泼泼大的呀，有没有？是不是都是那个什么要爱叫，或者是没有穿衣服的，或者对不对？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在。好，第二个，
变身为人是最困难的一个挑战。我们去实际的话，很多就是用一句话，我们不用一个一句话，因为你如果到学校去用一放到你一学校再来看，他后面会有这种问题。他说你们不忘记人的话，活着的一样，基督教的一样，对不对？学术妇女学，不是社区也是，是没有协会的能力进去。那么这一位前姐，这一位家长，他是对哦，是是，对，他看到是非常排斥，为什么排斥？因为他妈妈也吃素，妈妈有信佛教，所以他说，如果要这样吃素，他好多看你这个病人，我都会知道好多都会得病了，就跟我讲。那因为呢，我们之所以办同性恋好办，是因为现在的家长更是尊重教育，希望他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所以呢，他会之所以带孩子的同性恋孩子更好，成绩也更好，然后呢，他的钱可以让他出来。好，那么这位妈妈也一样，因为前几年一样，他把孩子带来同济，那么带来同济之后呢，各位，我们除了说带同济以外，我们每一位还会有不同的家长的班，好，因为各位看，那么呢，我们的家长班就跟他们讲。Thank you.
我们一个礼拜去可不可以跟各自的家长咨询？需要不嘛？比我们一家一家去做的大，对不对？每个礼拜，慢慢慢慢，他们的感情就变得非常的少，各位，你们没有办法去相信说，我们一个这样子跟家长从不熟到熟，然后呢，我们从感动让他化作习惯，我们既有足迹的教化，既有不化他，为什么？三分之心上天就给你积分的感觉，你有六心三分之三，上天就给你三十分。或许在这边就已经会觉得三分之五了，同学就一个字不可能嘛，对不对？好，我们上一堂课，虽然我们这个当下设的是，毕竟当下是讲课跟台上课的是不太一样嘛，是不是？每个人的症状、每个状况不一样，对，用的方法都不一样啊，而不是说那来个方法到了期间，我们不就会讲？可是在从这后续去发挥什么的从这个过程当中很好做的，各位，我们都以前刚开始我办的时候还要去加好去做的，不好意思，我们几年之后在做这个当中去微调，我们现在不用去加好，我们直接有一堂课，我们就是大概七九月份开课的话，明年大概五月份就会办大概四天，对不对？那么这个当中我们有一堂课，第一个他就能办四天，我们后面要发下去，非常的小技巧，我们再来跟更多人分享。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每个月有不同的家长班，自己的信息加，他们知道。刚刚那一位家长啊，为什么说师傅怎么好像这么会？为什么后来会那么投入？是因为他用对方法，或者讲家长班非常重要。其实在这个后面慢慢慢慢的来，好，然后呢，甚至比如说我们这个报表发下去，对不对？家长提了之后，他还不同意。我说：“哎，班主任，那我们姐姐可不可以一起来开这个会学呀？”我说：“当然可以啊，买一送二，买一送二，很多哦。”我老师特别会介绍家长，不同的那个机班。我说：“哎，那我有方哎，都会就会问，然后一起来。所以用心三分三，上天给你三分三，你有这个心，上天绝对会助我们一臂之力，后续。”在努力大概十年的时间，最主要我的经验不够丰富，是因为我们的考班，我只考两班，后学不是，后学就考了很多班，这样子考，所以经验非常丰富。好，那么这个是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半年次开这个求生上的一个活动，那个影片现在说的是关于我们第一次上大学的开这个活动。Thank you.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好，那最后一个是吧？看一下。
哎呀，我就很担心。那么那时候圣经大概反复就听下来哈，然后呢，他们自己，他们开始自己就紧张哎，因为不是紧张的，然后后面我放下去，纸箱一打，各位知道吗？里面在是谁？里面在是为了被人爱，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啊？我就这样子上上下下弄，其实你像纸箱那么一样。后来后续目标100，然后等到120，他们的点好像在增加150。一路过去，就到后面的礼拜才进来哈，跳到180，我目标是从上调整的，我就赶快再改，改成180这样子。好，结果呢，我进来之后，哇，就跟我想开眼进来之后说，第一，先等一下，下一批，因为我们的这个没有像这么大，我们里面很多人，包括我们中文老师一起协助嘛，跟李老师对不对？里面顶多大概150、160，就是太难了，其实150。学员控制来可以说控制不能超过100人，因为我们要加上我的工作人员、当事人员。好，结果那一天呢，真的快上的时候，第一，其他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礼拜六白天对不对？好，礼拜六晚上，如果礼拜六这么晚，我们都没办法。我那几个队长，我不相信，我们有跟很多人拜天去说礼拜六晚上，我们的画师，我们队长画师，好，礼拜天通常我们礼拜天前一天。礼拜六前一天晚上啊，礼拜六白天一场大概100多个，前一天礼拜六大概几十晚上的了。那么呢，我们就是用这个方法，然后我就不仅拿了就下一批，就再下礼拜六去，分批次就对了。因为这样子这样才会觉得怎么样？这么多人都能看出来，不是只有我，对不对？不会担心嘛，所以他们就一一这样子的。那一年。不然调整我们的目标，100多位之后，每个基嘛，每个月都办一两场，办到我们开那个法会，就先头班之前，总共249位。很多人都会看到说，为什么那么多都是在网上？因为那一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家长他们求完之后，他们开完智慧之后，觉得非常好，所以他就去把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他们都带来。其实我们要做的是这个去嘛。你帮学生解脱吗？有限，对不对？我们就是要让他的亲戚朋友可以一起离开资本。所以，真的，你有这个3天就一定会有帮忙。来，是的，刚刚这一张就是，来，所以我的使命是什么？老师说，那搬到哪里？图经在哪里？那里，图经带到哪里？那里就是带到那里，每一个的发扬天使的使命。但是呢？心态的调整很重要，态度影响高度，高度造就格局，格局发展即布局，布局就会让自己结局不一样。态度影响高度，布局站在这边看到是高的结局，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如果爬山，我们站在玉山的高度，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全世界的很广，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人就是在那边反思自己，站在人家第二个去看自己。或许说，我们心态要把自己高度，心态要高。你要看到的是比较远大的目标，而不是短视。大步着眼，小步着手去做。所以呢，各位，你的高度不一样，你的格局就会看得非常好。高度不同，格局就不同。你的格局点、线、面去把它接上去、拉出来，格局不同，你这样的结局绝对会不一样。好，假如呢，或许发现在我们修道路上很多情形。输入别人的哦，久了之后会哦，会有说他会有像我刚才跟哥哥讲，如果我们休息之前，我们都会比较固执，因为输入控制。他说那会是得善固执，是真的善吗？不定哦，有时候我们自己爬起下来的就是一些习性，对不对？我们说没有办法去调整，我们的耳听啊，这个得善固执，这个多一点哦，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呢，各位，我们一定要，如果你有成见，就会有负担，对不对？有负担，你就没有把学习的投入。希望我们在修办法这条路上，告诉各位讲，把自己当做一个新的开始。
自己就是二十四年，你的心性、脾气、你的体质都改变。有量的疾病有防护，而受益者没有把自己的心性、体质，对不对？哦，无论是什么，我们的手机会常常 APP 上的东西，电脑上的东西，懒懒巴巴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通过看这个东西啊，会跟时代的时代变化我们要做调整。好，所以呢，你有成见就有负担，做好自己有一些担，乐意配合，乐意配合，全心投入，全力配合，全心投入，有事行动力，无事就怎么样，轻松感嘛，对不对？实力是给愿意的吗？这是当然的，对不对？你不做，自然有别人会去做，这是你不做的，他来帮助你了，这很现实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然后我们去承担，乐意去配合。好，那就是老板。我老了啦，我只想我不会痛。各位，不要想看说，我老了没有，人生七十才开始。各位知道我们的读经班从怎么样方式开始？是从对位先生吗？对位先生他有听过读经是什么没？他也不知道读经是什么，他只知道说他去听有去听过读经说明会的人回来，他说哇，读经很有很好的一个方法，他就这样子听到而已。他说如果办成绩是不能，那么我要在我们社区办成绩班，所以他在我们打理的模式，好，那社区他就办第一班，我们说第一班成绩班。办了之后呢，各位他不会办成绩，他就是个新人。所以你看他七十岁，跨越你的才能更加怎么样卓越，而且我们的老和尚哈，不用担心，我们成绩班里很多老和尚，他们没关系啊。很多家长爸爸妈妈没有空带小朋友去读经，都是请人，然后爸妈带去。所以我们这老头才去有没有？导演去布置会场，去阿爸妈妈去上课嘛。好，那么各位，我们是办这个赛事的时候，如果这样二十个人，有四个字中，第一个可能要得，我们阿爸妈妈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布的。那好，我爸爸来对哦，哎，他在读经吗？他也可以啊。喜欢嘛，很开心。那么每一节的课时间来计算，是不是？他们都会非常非常开心，啊，整个人生都会不一样。所以呢，各位不要小看我们的补习班，每个班长都在努力花，对不对？我们的每一个补习班也都在努力小心努力。我们常讲说，那个是我大妈，对不对？大妈是大妈，我们家因为是我家里的，我们每一个。对，这个小罗很重要的嘛，这个人的这个自信口嘛，我们这个老师上次说我们是小心说，请问老师有每天都在庙里面吗？我们的金老师，不记不说吗？没有啦，没有看金钟上，老师是说大数据化众生，那我们每一个金钟就是一个行动图，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行动图，我不跟他说多的，认同的认同。我到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个人身上把它写出来，然后你都是相信，那么他有办法不杀。但是呢，他有的是杀的，因为可能我们要明白，他们这样子不舍得付出，哦，那就是呢，我们到处在每个人身上，好吧，每个人都是开大心，开路先锋是哪里的嘛？开口，开大的先锋就是我们那个大太子师兄。他是说是我们去办的，去办的就是帮助，不用担心。每一个人他的家人都是很同样，每一个都是哦。像我们在学校，都是像我们那些同学的这个会员嘛，他们现在也是社会，都会当过学。为什么？同学都是他们是社会员哦。但是这个先锋自己保养，当然也带
打别人，那个女低头的男人说都会嘛，对不对？控制很好，非常的好，控制啊，非常控制很贵。那么呢，我们就应该是现象的那个培育原则。好，假如说我们有二十层皮箱，那么一般我们再去试就好，一般。十个乘以六，就六百了，对不对？不用，这六百就上了高中、大学，班级上三百，这三百就从小中心，那国学基础就很好，非常的好，国学基础很好。他到了大学之后，他是进入一般的师范里面，我们大学的师范，这三百就是我们最好的生命值，对不对？他的同学，大学毕业之后，他的如果其他的那个大学的班级，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年纪慢慢大了，对不对？好，目标在哪里？大学嘛，当时差的很多，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大学进行过程当中，培养下一代的大二、大三，我们是先为他们扎根，文化基础扎根，开始扎根，我们扎根之后，他们把他们的代际，我们让会让去负责那个负责，但是我们记得，我们回去培训呢，他们就非常方便，所以你看，每点每点下来。非常棒的人才，在各个每个地方看到，对不对？我心里面看到，就是很多啊，像他那个培育人才。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开创新时代展望会，原生老师的三大团队，我记起来吗？刚刚的三大团队，第一个是什么？控制人啊？什么？固定点大圈圈，把它拉到团圆。那第二呢？改善，因为历史改善社会风气。那第三呢？中国的复兴，这就是他们最需要、最好用的。好，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先建立一个疗愈的机会。假如我们没有去好好去办什么积极去做的，跟我好好去做的，跟各位报告，我们会出事。我说，如果我没有富人，没有办法的话，那个速度让他们变，对不对？让速度让他们那无法速度在这里沟通，然后就对不对？因为没有人啊，你要怎么表演？没有好的机会，所以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办不够多的，让大家都有点机会。即使一般，不要成长班，那么目标他们就在这个组织上。接下来我们的一期活班，我们就是在大连，大连上学期进修班。小朋友集体下力，我们是用这个方法啊，就是那如果只有小朋友来参加夏令营，不行，大人要来参加我们先锋班，小朋友才能参加夏令营，不然不能来，不能给你报名哈。那么先锋班就是我们先锋班之后，我们这个二十四人班，就是一直在班级往下，还有一些教学员一直开创新班，展望未来。那么呢，各位再来看一下我们设计班。有大和小的哈，或者是因为那方面的感情，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有的环境很好，有的环境很糟糕的哈，每个人的意愿不一样，但是没关系，一样都是在那个帮助众生、协助众生，好，这个叫家长班自助学习班。各位，这个是在高雄的一个活动中心，那个是户外，你们给户外可以讲，又有在户外可以讲过吗？因为我们在。活动中心，它就只有一间教室，对不对？他们每个礼拜的一个月一次家长班，他们干嘛？我们课堂是那个小朋友，教室那个小朋友中心嘛。那我们大人家长班要去哪里？去外面嘛，没有下雨，就外面跑步机带着，父母带着，电脑带着，哇，你搬出去，家长就在这边讲。各位，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隔耳抢牛耳”，对不对？不许去。在台南还是的，我们那个华社区啊，啊，一般小朋友在里面读经，我们就是在外面他说这样子去上学校念，说那个多一次，那么啊，后来他们就讲那个抢之后，开始收东西，对不对？收完东西的时候，突然隔壁的大佬传来一阵声音，老师，我想说是谁？说呢，你看那个那个衣服的时候，听到你在讲课。
可能都能够去测，对不对？那么多之下，我们都能够去测去测测的，这是其实几堂，其实几堂课，我们下的在那个讲师课程里讲好，自己其实是一个教育很好，积极参与，我们要去积极的启发，就是这样讲，如果我们的这些。Thank you.
坚持就是自己。那么呢，刘安老师他说哇，这个课真的太棒了，所以我们国际处都很投机的，他就开始地方都很投机。他说我是老师，我就来爱上这个地方投机，因为我对现在学生来讲是最普遍要学的，他也很投机。那么接下来这位红色的桃色的阿妈白头发，不是他儿子，每次我学的他是很白嘛。啊，为什么？我们后来才知道说，因为他也是有这种状态。后来那个妈妈就发现说，怎么这么多那种状况，有点大，都是妈妈带起儿子。各位，这位阿妈，后面这位阿妈，他儿子后来啊，因为我学姐姐的那个亲人有忧郁症过，而且他当时他带去旁边的医生看，所以他就介绍阿妈带他儿子去西医院去，然后那个医生哎。后来真的住院，两个快就住院了，就治疗好了。那么阿妈希望说，因为我们也很希望说他看完之后，然后可以继续来开法会嘛。啊，那么就希望说他在住院时间要太长，能够赶快出院。哎，果不其然，阿妈为什么带儿子啊？他是希望儿子能够好，天下父母心。所以真的开完两天法会之后没多久，出去就找到工作，都40岁了哦。阿妈就非常高兴，然后呢，到国际山区就。来洗发精油去送给我们，妈妈很累的，他说他儿子可以找到工作。好，那么另外呢，这个我们看看，因为他在高雄部比较少去，然后刚好隔夜后雪天的时候，你们是这个对不对？然后就跟他拍照，为什么？后续来讲的时候，他开始是希望有一次才好，因为没有在训练嘛，都是每班主任出去的时候，那后面去上课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去医院，然后我们家工作很好。一直呼吸，会回来，还是非常正常。下了课，他就跟我聊说，他现在找到工作，而且是大大程度的配合，非常的。为什么？因为又回来，还可以找到工作，对不对？每次他妈妈看到我们就感谢三三两，很喜欢我把他带到那个国际上去，感谢我把他带到国际上去，让他那个孩子可以变得更好。所以这是我们这个非常好的效用。来。所以这样的王老师有没有带领母鸡？好，接下来只要没有信心，也没有成就不了的众生。这一位也是有他问的妈妈，他是位那一年后的那一年240几岁那一年，就他就跟他带他的爸爸、婆婆、妈妈一起来，这也是家长带到朋友。这一位呢，他是带爸爸妈妈坐轮椅来学校，这个人学校非常好，学完到去年跟今年父母都特别疼。80几岁，我们非常感恩，刚好让他们来得及来求道。好，那么呢，这是我们后来我们在看的这个新名单，好，临时的这个教学，我们也做义诊活动，先用义诊可以去助人啊，我们以后都会跟各位来分享。那么我们的结识每一年的年底，我们会准备一个大型的联合集结，是大概700-800人，平常在做单啊，好，那年底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全台人一起来办这个联合集结，是大概700。所以出卖的方法就是我们机会的元素。第一个，创造，我们要主动去创造机会，而不是被动。不要等到机会来找你，而是我们要去创造机会。就是刚才说你活呀，对不对？但是我就没有那个能力呀，我又不会创造啊。各位，不会主动，不会创造，不会把握，会吗？人家讲说没有会跟也要。对跟啊，对对，这叫对对人啊，不要对错人啊。非常奇妙，我们第一次机会创造者，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机会的把握者。所以呢，就给各位看一下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先锋班的法会啊，每天的一个奇迹。那如果这首歌大家会唱的话，我们也一起跟着来唱这首传承有序。那各位，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两天法会的一个奇创先锋班的奇话。人有时间是否沉浸有满几年与人生生意几度老气一元无意无二是永远
Thank you.